金田一继续攞景，惨过押反啊！前日下昼喺春秧街，阿伯伯大嗌：呢度中国人嘅地方，做乜要嚟呢度拍？我癫咗啦！揸住嚟啊！我依家就癫。关你咩事？我中意啊！我中意出头噶。19岁嘅金田一都系打份工嘅啫吓，好多人都叫佢唉咪劳气啦。日头咧就有热血阿伯驱逐日本 crew， 夜晚咧佢哋就去咗铜锣湾继续拍。呵呵，咁多少壮派接力，咦，学生妹到嚟喎！咦，押反啊！啊，谁若圈都吓亲啊！咦，嘉欣 B B， 哦，唔转。佢啊，收礼物嗰阵都撞亲面珠噶。撞正钓鱼岛事件，金田一真系扎错时辰嚟香港拍外景啦。寻日去公园继续拍，吓、啊、又有外国伯伯嚟踩场。哦，佢只系表演紧搣子艺术啫，唔通想搣个金田一出嚟？